大家好，我是 Paxos 美股社群的 Will。 今天的市场很有趣，在 CPI 数据公布之后，机器人一下子拉高了整个大盘，然后呢其实一整天都在横盘。那尽管在暗词里面的 flow 都是一边倒的 bearish， 就是说都大部分都是 put， 但是大盘呢却并没有垮，这和之前崩盘的前一天比较相似，就是说机构是不参与的，都是散户在那里买和一些短线操作的 day trader。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Apple AAPL，那它在今天呢50万以上的单子也就只有两个，就是 option 的单子只有两个啊，而且两个都是 put， 大机构呢并没有买 call 而是买 put， 而且盘后你也看到盘后啊，它也有好几个亿的抛货单子。下面看一下 Microsoft， 那它呢在这样一个涨幅的一天，它也就可可怜怜的一个这样子一个 call 的小单啊。看一下 QQQ， 那 QQQ 就很明显了，已经是大部分的单子都是一边倒的，都是 put。 我们再看 IWM 呢也一样，大单所有都是 put 啊，只有一个单子是 call。 我们再看一下 SPY， 看 SPY 啊，也是主要是以 put 为主， call 并不是很多，而且在盘后的时候你看到也是进来了一个接近10万的10月21号399的 put。 那这个就表示说机构是基本上是看空的。那我分享这些数据并不是说大盘就一定会垮，只是建议大家不要放松警惕，想着现在就在 CPI 数据之后就可以闭着眼追高追高，然后平躺就可以赚钱。有一句话说，股市涨就不一定是牛，然后跌却不一定是熊，所以呢要看不同的数据。我们社区里面整体呢是做多小盘成长股为主，但今天是开空了QQQ 一个比较小的仓位，因为还没有具体的 confirmation 出现，我要等到 confirmation 出现之后才会把剩下的仓位补足。那现在做空了，风险回报是比较高，因为离主力也不是很远，突破的话止损就是了，亏损不了多少。OK，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QQQ， 我们用小时线来看会比较的清晰。我们把盘前盘后也打开，那从小时线来看呢，其实今天刚正如我刚才讲的，在机器人拉高的时候，其实机器人拉高这一下是基本上不可能追得上，因为你手的速度不够快。那在拉高之后呢，基本上是在盘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牛期，这的确是一个牛期但由于有机器人拉高这种情况呢，我还是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那它一直拉高到之前的主力 326.5 附近呢就被打了下来，是一直冲不过去。那他见这种情况呢，就是牛推不过主力线，但是空军也有点力不从心，可能今天他们等一下，等明天再发力。所以呢明天操作的时候要关注小时图级别 326.5 这个地方，如果冲过去了就表示是牛获胜了。下一个 SPY， 我们回到日线图，SPY 今天呢就它突破了，我们把这个关掉，突破了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这个黄色的盘整区，同时也站上了所有的均线之上，非常非常的棒。那希望明天能够站稳这个 418.5， 然后并且有 follow through。 那如果有的话，下一个主力是在430左右，还有不少的空间可以做空。下一个IWM， 如果我们不看 flow 的话， IWM 是最强的一个板块之一不是之一，是最强的一个，是最强的板块。那我也一直跟大家在讲 TNA， 希望你们是抓住了。那说明一下呢，我们社群里面是有 TNA 仓位的 OK， 那它今天突破了前天这个高点，这个 week 上影线，那今天也是站上了在所有的
均线之上。下一个比较明显的阻力呢是在204到205的这个区间。下面讲一下个股，很多人很关心 TDD 这个股票，它的财报非常非常的棒。那如果呢它这个 75.5 附近是一个强阻力，如果它能过去的话，下面要去到大概87左右才会出现一个很强的阻力。 OK， 下一个是DOCN， 那它同样也是在财报之后的第二天 才出现突破，那它现在呢是突破了它的盘整区间，如果它能够回踩到 51.6 附近，将会同时它也 hold 得住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建仓机会。它下一个主力要去到大概63左右才会出现。最后一个是 Snow，那你想看到的是它会突破176这个阻力点，它今天呢它暗示里面了很多很多的 call， 所以呢它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动能，表示有机构是对它是看涨的。那如果它能够冲上去的话，下一个阻力将在200天均线206附近，然后再上去的话就是233和281这两个地方。OK， 今天讲就讲这么多。如果你想和我实时操作美股，就是跟着我一起操作，看我的操作计划，那欢迎访问网站 paxistrading.com。祝大家好运，拜拜。